王一博从懒白皮到小麦色，依然坚韧又闪亮在娱乐圈这个星光熠熠的舞台上。有个年轻偶像凭借独特的魅力和顽强的精神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尊重，他就是王一博。虽然他的肤色从冷白皮变成了健康的小麦色，但那份坚韧与光芒始终如一，照亮了他前进的路。一，肤色变化的背后，王一博的肤色变化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他不断挑战自我，尝试新事物的结果。一开始，他的肤色是典型的亚洲人，白皙细腻，但随着他在舞蹈、影视等领域的努力，长时间的户外训练和拍摄让他的肤色变得健康而有光泽。特别是在他热爱的街舞中，他常常在烈日下挥汗如雨，挑战自己的极限。这种坚持和努力让他的肤色从冷白皮变成了小麦色。二，坚韧不拔。成就非凡王一博的肤色变化不仅是外在的表现，更是他内心坚韧不拔精神的体现。他深知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，只有不断努力，不断挑战自我，才能立足。因此，他从不满足于现状，总是勇于尝试新事物，挑战新领域。在舞蹈上，他不断突破自我，尝试不同风格。在影视上，他勇于挑战各种角色，用精湛的演技赢得观众的认可。正是这份坚持，让他在娱乐圈越走越远，成为备受瞩目的青年偶像。三，光芒四射，传递正能量。王一博的肤色变化让他更加耀眼，他健康的小麦色肌肤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但这种魅力不仅来自外表，更源于他内心的善良和正直。他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，用行动传递正能量。他关注公益事业，积极参与慈善活动，尊重他人，关爱粉丝，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周围的人。他的光芒不仅照亮了自己的路，更温暖了他人的心灵。四，论点论证，王一博的坚韧与光芒。论点一，挑战与成长。王一博在娱乐圈的成长之路充满挑战和困难，但他从不畏惧，勇于挑战自我。在舞蹈领域，他不断尝试新的风格；在影视领域，他勇于挑战各种角色。正是这些挑战让他不断成长和进步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有敢于挑战自我，突破自我，才能赢得更多机会和成就。论点二，正能量传递。王一博用行动传递正能量，他关注公益事业，积极参与慈善活动，尊重他人，关爱粉丝，自己的言行影响周围的人。他的善良和正直让人们看到了娱乐圈中的美好和希望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作为公众人物，应该用影响力传递正能量，关注社会公益。论点三，独特魅力与个性。王一的魅力不仅来自外表，更来自他的个性和气质。他在时尚界也有不俗表现，敢于尝试不同造型，展现独特个性。同时，他也是个有思想、有深度的人，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见解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作为偶像，外在美丽固然重要，但内在个性和思想更能赢得大家的喜爱和尊重。五，总结与展望。王一博从冷白皮到小麦色的转变，不仅是外在变化，更是他内心坚韧不拔的体现。他用行动证明了敢于挑战自我，不断突破才能赢得更多机会和成就。同时，他也用影响力传递正能量，关注社会公益，成为备受尊敬和喜爱的青年偶像。未来，我们期待王一博在娱乐圈继续发光发热，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。